都花掉，他既不关心他的军队，也不喜欢去看戏，也不喜欢乘着马车去游公园，除非是炫耀一下他的新衣服。他每一天每一点钟都要换一套新衣服，人们提到他总是说，皇帝在更衣室里，有一天他支撑了那个大城市里来了两个骗子，他们自称是织工。忙忙碌碌直到深夜。